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啾呀，又有福利了哟。昨天不是给大家分享了那个网易大神的纸笔奖励活动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呢？关于那个渠道服绑定的问题，小啾看到的评论就是将游戏 ID 直接输入到网易大神那边进行绑定，好像是可以的。具体操作你们自己试一下。而本期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活动，奖励是金皮卡，而且人人有份，超级简单哦。那是怎样的一个活动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你必须有一个微博，然后注册登录之后，在搜索栏上面搜索第五人格超话，接着就能看到官方的一个账号，然后点击进去关注，关注之后就会显示一个签到的按钮，直接点击签到即可。连续签到3天可以得到线索礼包，连续签到5天可以获得抵押，连续签到7天可以获得金皮卡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虽然只有3天，但也是不错的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大家赶紧动起来吧。小秋观察了一下，这边的活动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定的，但是写着4个字领完即止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先到先得。好了，本次金皮卡福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